今天上午，新型导弹护卫舰宁德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在厦门某军港举行，宁德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。宁德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新一代轻型导弹护卫舰，舷号510，全舰长88.9米，宽11.14米，最大航速25节，续航力为2000海里，标准排水量1229吨，最大排水量1340吨。这艘舰艇配备多型武器装备，具有隐身性能好、电磁兼容性强、先进技术应用广泛等特点。宁德舰入列后，将主要担负巡逻警戒、护渔护航、反潜作战、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。